餐时间一到，高雄凤山这间便当店排队人潮挤到马路上，许多骑士安全帽都没脱，就抢着排队要买超佛心价便当。看要配鸡腿还是排骨？对，所以以这种以50块来说，是算很划算的，吃得饱。真的没听错，看看这便当，选了豆腐、鸭血跟炒蛋，搭配鸡腿或是排骨，整个便当满出来只要铜板价50元一枚，吸引许多客人提早来抢便宜。更惊人的是，这50元的价格是已经涨价过的了。之前好像更便宜，对不对？对，45块。这个外面可能要最少也要70、80。现在物价都涨了嘛，什么都涨啊！你看它只有涨5块钱，也看起来是蛮合理的。就算涨了5元，也是控制在50块，相对还是便宜，让死忠客人持续支持。除了凤山铜板便当，高雄苓雅区另外一间盖饭店，看看台面上青菜、青椒、高丽菜、豆芽菜5样随便选，再搭上主餐，满足分量一个都不会超过100元。那我们店租比较便宜，第二是因为我们没有花钱在装潢上面啦。老板娘说，食材都是大量进货，加上老员工们大家能过生活就好，省下来的就反映在价格上回馈给客人。现在万物皆涨，不管是50元铜板鸡腿排骨便当，还是5配菜100元内盖饭，对客人来说都是月底救星，超佛店家。三十元田居达古福仙高雄报道。